不用再说了，我跟你这么多年兄弟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我不信你姓谁呀、啊？可是这么大笔钱被人抢了，没有那点怎么会出事？会不会有人从美国一直跟踪你到香港、啊？是了是了，我没来就被人抢了，对不对？哼，一定是这边的人在作怪。那你怀疑谁？你女朋友知道这件事？不会的，佩华迷迷糊糊的，我是利用他玩玩他，怎么会让他知道这种事呢？张文慧呢？更不会了，很难说，他可能偷偷把钱藏起来，黑吃黑，绝不可能。周伟生，我们有责任找回这笔钱，我会通知超叔，你自己去跟他解释吧。你都听到了？我明白了，美国黑帮把为非作歹弄回来的黑钱偷运出境，利用香港是自由港，把钱带进来，然后再换个名堂变成合法投资，再汇回美国，就没人追究了。你不糊涂吗？而你，你就是负责洗干净这些肮脏钱的中间人。在香港，我不算犯法。可是对我来说，你跟那些抢劫的匪徒一样有罪。我也是为了我们呢。你还是爱我的。我跟你还是不是朋友都是个问题。我怀疑今天的劫杀案是你一手策划的。你们现在涉嫌谋杀，我要把你们带回警察局。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我除了承认杀人之外，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我的。少废话了，你走。Yeah.